现在是5月21号，我开车从云南的镇康县沿着219国道走一段，完了以后可能还走一段哪个国道忘了，没记住，反正先走219去芒市。把窗子摇下来哈。这个是就一个人，就你一个人啊。稍微注意点，不能人祸混搭。刚才路过一个地儿叫平坝，那个地儿的应该是交警吧，我给他身份证了，没特别看，然后他提醒我一下不许人祸什么混搭。我觉得这个事儿咱们单说啊，我这个车上放的全都是我的换洗的衣服，对吧，有点我的零食，这跟那个人祸混搭没有半毛钱关系吧，对不对？你提醒我这个干什么呀？挺没劲的，你知道吧？我这是自驾游的，我这么多东西，环中国游，你说我得搭多少东西啊？对吧？换洗的衣服就一大堆，四季的换洗的衣服、鞋子，对吧？一大堆东西，我这没地儿放啊！那咱哪？而且我这个车上就我一个人，有什么人祸混搭的问题啊？有的时候没法说这些事儿，你知道吧？你说我这车上真是拉了几十斤白菜。几十斤的什么那个西瓜啊，什么吃的什么水果这些，你说我这人祸混搭我还认识，我这拉的什么衣服乱七八糟的，你说你也告诉我什么人祸混搭，这不扯吗？现在这个导航给我导到了一段小的县道，我没看见路牌啊，叫什么县道啊？然后这边就是怒江，然后呢，这两边的山上呢，全都是梯田，免费看啊！哎，我都看烦了，我真不知道那有些的景区啊，怎么回事会把这个梯田当成一个景点？这有一个路牌，但不知道是什么。